大家好，我是Cheren。我刚收到我的包裹了，我的第一支 acoustic guitar。现在从哪里下手呢？这里吧。大家就可以看到我在这里拆了。OK， 我先把这些东西。很紧张。OK， 下一个步骤来打开拉链咯，拉链在这里，小心，我真的没有游过一支吉他啦，所以想看看，哇，可以看得到。我想这包东西就是我要的东西了。这种东西里面呢，就是有我们的 capo， 还有一些弹簧，什么嘛？糟糕了，他们有没有那些东西吗？片弹琴吗？有啦有啦，在这里，然后就是这一个非常小个的，在那个吉他的板里面，非常开心啦，然后希望我可以好好珍惜吧。